慢吐息。不会，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，然后吹气，像这样吗？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，我来澄清一下，那不是谣言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就像蝗虫感冒打着喷，去找我刀子吧。哎，你上面那刀，我刀子治过了，把那个手给我关了。来，来，我不太专业。没上到一万，哪给八千？我说送他五千，给五千。There's a girl, but I let her get away. It's all my fault, '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.那我们就开始治疗，谈话治疗啊。怎么个谈话治疗啊？不打针不吃药，坐这就是跟你唠，用谈话的方式治疗，也叫化疗。哦，还得化疗。猴子。不行了，最近不能再熬夜了，眼睛越来越不行了，现在打开支付宝都看不见钱了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傻站在你家楼下，抬起头数乌云。如果家境里只剩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对闺蜜心诚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。I just want to put that on the front.